在高脚杯堆叠成的香槟塔，由高雄市长陈其迈、各地议员、民代、农会干部一同倒入蜂蜜水，象征持续推广蜂蜜的甜蜜好滋味。2023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正式展开，一早便吸引各地前来的民众选购品尝。陈其迈表示，高雄龙眼蜂蜜经过严谨的评鉴制度，犹如过三关，获得多项认证，品质有保证。不管讲伫咱阿莲、田寮、公山、桥仔头、内门、三拿吼，那大树、大树也有，大树也咧做蜜咯。咱这几个行政区内底的蜜啦吼，简单讲吼，爱过三关吼。第一是咱的 CNS 的国家标准，啊，第二个是 HACCP HACCP 的标准，啊，第三咱高雄的蜜阁有清真认证。哦，啊，这三大认证吼，这意思是啥？意思讲咱高雄的蜜是全台湾上好的蜜啦，吼。啊，这嘛是总统在吃的蜜啦。高雄市政府导入严谨的评鉴制度，经过品质检测和官能品评两阶段程序，严选最优质的高雄评鉴龙眼蜂蜜。在经过获得 HACCP、ISO 22000及清真食品国际三认证的食品加工厂分装，可以保障产品品质，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挂保证及总统推荐的最好蜂蜜。陈其迈在现场也当起最佳推销员，鼓励民众现场购买，现场买不足也可回家网络采购。啊，尤其咱大冈山的蜜，这是品质保证哦。啊，这嘛市长挂保证，啊，总统推荐的上好的蜜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是咱高雄之光啦吼、哦。所以呐，食咱高雄大冈山的蜜，食落甲总统同款，拢食落拢食条的，都搁袂食了煞嘴哦。啊，时间到了搁会退吼、哦。啊，所以量有限，迄毋是你要食就食有诶吼、哦。啊，若卖落爱较紧买。哦，啊，唔通讲市场无甲恁讲，哦，啊，赶紧吼，今仔日吼，若有来，迄物件拢甲扫扫的，啊，扫了若无够，咱阁网络诶订购，哦。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举办迈入第23年，今年高雄评鉴龙眼蜂蜜共有6组特等奖及21组头等奖，现场由陈其迈一一颁奖表扬。陈其迈随后在活动现场参观展示摊位，现场品尝蜂蜜啤酒及三型鸡蛋龙眼蜜手工奶酥后，对产品好滋味更是赞不绝口。